收起来。就这么点？十个人？这多少钱的呀？这两百。这两百？这些两百？这被坑了吧？不行，明天不能点他们家了。我也觉得被坑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最多八十，还不如自己搞点菜烫一烫。不是，昨天还大鱼大肉大虾。然后今天就是这个。要不要再点一点？够不够？嗯，来个全家桶。可以。我饿啊，你看我们那个长桌很难吃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好。喂，是啥？哎，你好。哎，问一下您那个能听到吗？听到了。这在山里吗？这是。是哪个洞啊？屁股洞。啊？十一洞。十一洞。十一洞。说屁股洞。十一。俩一，俩幺。俩幺。俩幺。我这猪大王听不到了。十一呀！他挂了，他他不是觉得这个顾客有些恐怖吗？他也听不见。哎，好了，我们想办法。